堂课六十个女生，你的视线在哪里？哪里？ Oh, 我当然一定在学生身上、啊。而且我问你，为什么每一次在第一排都只能是年轻漂亮的女生？可以拥抱吗？好。有些人就一直说我很疼老婆，很疼小孩，我多辛苦为了这个家，结果心里藏着别人，不仅有小三还有知己，你才不相信他对这段婚姻忠贞不渝。这不能乱控诉，你不能乱泼。哎，这一看就刚结婚没多久嘛。这个人已经被人家讲过非常非常多次，你看一个人讲还好，他已经到100个人都在讲他了，哎，他对这段感情真的是……你怀疑他对婚姻不忠贞？不忠贞。好，一起欢迎当事人出场。欢迎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还没有我天哪！哦，这有准哦！天哪！你刚才讲什么？我说你不忠贞。我哪里不忠贞？请问你哪里忠贞？我哪里不忠贞？我讲，没有没有。潘老师是忠贞的，非常，他是一个忠贞的人，只有他的心是不忠贞。身体忠贞，没有，很忠贞，我是非常忠贞的一个人。没有，我去上过你的课。我跟你好，然后呢？怎么了？走，好，爆料。我们去上你的课的时候，你的后来你不是把那个哥哥给拔走了吗？后来你就没有再来了。喜欢那个哥哥，你把那个帅哥拔走之后，你就没有再来了。你还有什么资格讲我？你的视线在哪里？我的视线你那么多个六十。一堂课六十个女生，你的视线在哪里？哪里？我当然一定在学生身上。而且我问你，为什么每一次在第一排都只能是年轻漂亮的女生，后面都只能站那个阿姨辈？因为那些站前三排那个是至少超过10年以上的人，所以他们会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嘛。因为我到现在才搞清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原来现在控诉他的人是我，而且他控诉你，他是控诉我的人。可是我是 POY 找出来的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今天潘若迪老师从头到尾到现在这一个都不知道有在偷拍他这件事。你现在还不知道？我知道了吧？因为只有我约他。所以这段影片你敢看吗？哎呦，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有印象吗？我跟你讲，现在坐怀不乱，坐怀不乱，一路走来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。对，但是我不怕，因为我不担心。而且我那天一度是以为是仙人跳。来，我们给你看这一段，这个秘辛中的秘辛，这段 VC 啊，没有人看过，还不时尚，当事人也不知道，请看。为了测试潘若迪是否能抵挡美女诱惑，后以迟到为由让潘若迪独自待在居酒屋。此时美女主动出击，潘若迪能镇定面对一切吗？你是不是有上节目那个什么老师？因为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，所以没有对台湾的电视剧很熟。想说好像有看过你是跳舞还是健身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我是有氧老师。哦，有氧老师。我今天觉得自己可以上一下运动，就随时都可以。那如果要报名的话，是要跟你报名吗？还是要跟店家报名？啊，你找潘老师啊，你说潘老师就可以了。哦，找潘老师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也是在等人吗？对啊，一类给我跑这么远，我是觉得刚失恋。对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感情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，这是你的过程。你的条件很好啊，你可以多接触啊，陪着你一起，是越好一点。潘老师，我们放冰下的赖。加赖啊。我比较不方便的，因为我老婆他们是都会、对他们会看。那不能加赖的话，你可以扣一个拥抱吗？啊，不好，不方便，不方便，真的不方便。台湾很容易会拍，有人会拿手机拍，那拍了我就很难交代，而且我是出来跟我朋友谈事情，所以拜拜拜，谢谢。吓死我了，怎么可能？彭总现在才来。你很慢哎，那你要坐，不是你朋友，还是你坐这边，他坐你旁边？没有，你们坐。美女当前，潘老师竟然不为所动。此时店家将进行 kiss 传牌送串烧活动，潘老师是否能够压抑得了呢？这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玩游戏就送是吗？是的，没关系。
方便的，我想我有小孩，我有老婆，有小孩，有小孩，对，所以比较不方便拍这边，不好意思。还是老师，我们可不可以拍个照之类的，做个纪念？有缘认识。好，拍照可以。你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你要不要过来一点？好，那一张。谢谢。你看一下，有没有觉得漂亮的这种？真的好帅哦，老师很上相。对啊。没有没有，你们两个很漂亮。我们等一下要去唱歌。对啊，你会在这很无聊。不会不会，你们去玩，你们去玩玩开心一点。他跟我的朋友来跟我说，大概只要三个钟头就可以了。他要谈事情，会遇到什么事情？还是你们等一下要不要一起来？一起来。跟你的朋友一起来。我们也是多心动的老师。我平常真假的，现在很新来。我平常大概11点半、12点以前我就会睡。啊，那我们就上去。我再传你的脸书给你。好，希望你们玩得开心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哎呦，不会啊。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我是真的不会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已经到了出门秀的时候，楚门的世界。我们去到哪里有我们总突然间有个艳遇，我们都会觉得是在偷拍。人人皆狗仔，对对对。我那时候一直就这样觉得，我想我一始终认为这应该是就是所谓的仙人跳。对，然后他把我骗到别桌，他说叫我到跟他到隔壁那个桌，他说那边比较角落边比较没有人看得到。哇！我一听我就知道，我想说完了。其实他拒绝蛮清楚了。对，好了，我们立刻进行审判，3、2、1，不成立啊！不成立。是先串通好小龟闺蜜，约她吃一顿美好的下午茶，有多美好？我们来看看。哦，拍杂志的哦，她好可爱，我觉得生女生就你要好可爱哦。好啊，拍一下，好，来拍一下。哦，特杀哦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啊？我没有那个哎，这个是奶套，这是气套，这是奶，这是哪一个？氧气啊，然后这是职人，生意还蛮好的。现在要几点？上午啊，才那么多人在排队。看到后面那个男生吗？干啊，鲜肉啊，对。他刚才就是他刚才走过去在看，有吗？一直看。你还记得我喜欢哪一型？单眼皮的。我跟你讲，只要动脑筋，不同型。只要动脑筋，不同型。他以前就有讲过，他喜欢黑白的壮的单眼皮。好，然后我双眼皮，你刚好都没有，我又黑。好，这样。我也不是为什么会跟老公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老公跟小孩不能叫一个代号，不能讲那么大声，不然人家会觉得我们没有身价。哎，真的哎，小鲜肉应该是他今天就伪单身，对，不是正单。不好意思，两位打扰。你是哪一所大学的大学生？哦，冲进出来啊！毕业几年而已。哦，太夸张了！是不是这样的？就现在弄那个毕业制作，然后我现在在找一个女主角，她是那个爱情戏，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愿来参加这样？有没有什么亲密的那个？亲密的目前没有吻戏那一些啊，我觉得他这个姐妹问题比较大。对对对对，还是朋友还是唱他嘛？这男主角是谁啊？男主角嘛，男主角现在还在想要谁？对，因为脚本还没有完成。你当男主角就好了。我当男主角嘛，我方便坐一下吗？我要讲给你。可以不用，谢谢谢谢。坐下了。大传系的学生，然后叫白川佑平，我也是中日混血，你也混血，对。那因为这一场戏是爱情戏，所以你有男朋友吗？嗯，我没有男朋友。没有男朋友？可是我有个小孩。一个小孩？可是我有个小孩。我觉得没问题啊，因为看起来像大学生就 OK 了啊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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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你这样不对，你
你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你这样，哪有？我之前怀疑都是对的。我是本庭的法官小辉小姐。还有一点，你为什么说只要跟我老公不同行的我都喜欢？哎，有没有这句话？有没有这句话？你知道有的时候看腻，看腻，我看你都没腻，你看我腻。这样不对，我老婆，我们结婚才几年？哎呦，拜托，我每天我24小时都看着你，哎，怎么可能不腻？你以后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以后，我告诉你以后，你姐妹聚会，哎呦，没有的，没有。